我们吃火锅，各位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你看，要分等一下。嫂子。妈，哎，嫂子。我们点酒，妈妈吃下回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我是豆腐须呀。大家好，我是爱吃不懒做、想吃又吃的波哥。阿波，欢迎收看爱吃波哥。给让我妈到山上捡茶籽的时候，你看拿回来这么多生火来，我们看看妈妈做的什么好吃的。今天就业在我们家吃，我看一下啊。 什么东西啊？哇塞！巧克力呀，那是。好嘴巴鼓的。衣服都脱掉了，你。没衣服，没东西装啊。我要把它兜着点啊。这么多呢？没东西装，我就这样穿，把衣服都脱上来穿。啊，这么多，比我这个在这里跳出来的还多。啊，是不是这都搞破掉了？哎呀，破掉了，哎呦。哇，哎呀。这个比较好，回家的样子呢啊。 五块钱，好几块哟。哎，好几块。哎，有菜豆腐，多盘子。有鸡吧？哎，还有菜，多放。要放多少钱？等一下，那个几元了哈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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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我不给你点，我不给你点，我点，你洗我个碗去，洗我个碗去，你。你不寂寞个？我这不得寂寞个？哎呀，我这不得寂寞不喂？我娘这个气呢？我气呢？
这咋嘞？家快快出去啊！我爱呀！坐飞机，飞机了，上飞机。杨妞，杨妞，杨妞，杨妞快出，姐啊，姐啊，娘，你这嘴别听你。乐不乐不？姐啊，我这个我。Yeah.